一箭成名，小茉莉哦，要射啦！汽车哥哥，我是小茉莉啦。哦，全球女神怎么喽？哎呦，不要再牵我了啦！可是那句话真的很红哎，听你百遍也不厌倦。哎呦，讨厌啦，人家都已经射了啦。不是啦，我是说我现在有代言新的电玩游戏，叫做发射吧硬汉。今晚是一定要射的啊，那感觉如何？很爽很爽很爽。听说你现在代言费不便宜哦。还好啦，真的要感谢记者大哥呀。啊，那什么时候可以来澎湃啊？随时都可以咯。价格怎么算？我经纪人说打八折，80万就好。这贵，那我还是偷拍你好了。那要拍漂亮一点哦。啊，那你就不要再把黄天仁老师当小黄喽，我追不到他了。好啦，下次叫他开慢一点，拜。